编自 DC 漫画，将在十月抢先全美在台湾上映。美式足球新赛季上有了全新的预告曝光，电影中巨石强森带着怒火行使正义，他表示这个角色可能更属于超级反派而不是超级英雄，因为他会毫不犹豫撕裂任何阻碍他的人，而这也将改变宇宙权力等级。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微博先轰动，释出预告也让粉丝引颈期盼。